Thank you.
们谢谢来到高中管乐团的精湛演出，终于到了最后一队，也就是我们县内唯一大学的管乐团。台东大学音乐系管乐团呢，是我们音乐系上重要的演出团队。那成员除了音乐系学生之外呢，还包括其他系所的同学，以及台东在地喜爱音乐的朋友，像我一样。管乐演出经验相当丰富，除了演艺厅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之外，还参与台东县政府学生美感教育暨艺术展区活动，也受邀到那个志航基地进行绕军演出。目前乐团编制约有40位成员，在系主任林千才教授以及乐团指挥梁兆峰教授的辛勤带领下，管乐团的曲目除了一般管乐曲之外，还加了许多爵士风格、流行风格的乐曲。那希望借此能够增加听觉效果，让台下各位听众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管乐响应。另一方面，台东大学音乐系管乐团也积极与台东在地各地学校的积极进行演出，那希望可以增进学生之间音乐的观摩学习，并且促进台东地区的管乐发展。今天台东大学音乐系管乐团为各位带来的也是一个有主题的曲目，第一首是电影《越来越爱你》的主曲，第二首则是卡通动画《海贼王》的主曲，第三首的曲名叫做《在海角那些年的小幸运》。听名字大家应该知道是国片嘛，那至于是哪些国片，大家就可能稍微等一下自己揣摩一下啊。好，那也到了节目的尾声，未免等一下我不能完整的跟各位说再见，在这里我要先跟我们演艺厅我们的那个文化志工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先给你们一些感谢，也感谢我们后台张小姐以及灯光师的协助，更感谢台下所有听众你们的对于音乐欣赏的热情，音乐欣赏的专注，都给了我们在台上的同学非常很好的鼓励。希望我们的管乐响应，明年我还能像这样子再一次见到大家。最后要谢谢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七所学校，包括卑南国中、独朗国中、新生国中、东海国中以及台东高商、台东高中、台东大学音乐系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支持我们管乐活动的前辈、师长、先进，有你们的帮助，有你们的像现在坐在台上坐在台下欣赏我们的演出，这是对我们管乐活动最大最大的帮助。最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位，一个礼拜是一位，一个群体，真正要谢谢的是在台下各位家长，你们的支持才是对于我们这些对于音乐有些小小疯狂的同学朋友们，才是最大的支柱。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台东大学音乐系管乐团，由梁兆峰教授带领所指挥，谢谢大家。对不起，要更正一下，手上的资料有点错，我们第一首是越来越爱你，第二首是我们的国片的金主曲《在海角的那些年的小幸运》，然后最后才是《海贼王》主曲，在这边做一个更正，谢谢大家。Thank you.
Thank you.